结婚多年的女人终于怀上孩子，婆婆却要求她打掉孩子。你留下这个孩子，不就是想靠这个孩子继承刘山的房子、刘家的祖屋吗？丈夫去世，孩子出生，婆婆竟拿着遗嘱来争房子。壮壮才刚满月，我又没工作，你要我们母子去哪儿啊？婆婆为何不认自己的孙子？最终又缘何会把孙子卖给他人？婆婆不认我的娃。 即将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3月3歌节是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每到农历的3月初3，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都会举办隆重的民歌集会。不大的县城里啊，是歌声起伏，热闹非凡。 可就在2016年的3月3歌会上啊，在热闹的人群中，却有一个女人神情惊慌的在人流中来回穿梭，手里啊还拿着一张照片，是见人就问：“你们看见这个孩子了吗？他叫壮壮，1岁半，肉嘟嘟、虎头虎脑的。”可行人们却纷纷摇头。不过啊，也有热心的人察觉到这事情不对，立刻拨打了110报警。 警察也很快赶到，把女人带回了派出所了解情况。经了解，女人叫何玲，35岁，是外地人。她要找的孩子呀，是她1岁半大的儿子，叫壮壮。据何玲说，他是孤儿，是跟着叔叔婶婶一起长大的。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一家企业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比他大10岁的部门经理刘山。虽说两人年纪上差了差不多一轮。 但在日常的接触中，年长的刘山给了何玲啊从未感受过的呵护和关爱。很快的，何玲就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刘山了。刘山对这个青春可爱的何玲也非常有好感。就这样啊，两人1年后结婚了。何玲和刘山婚后的日子非常幸福，可美中不足的是，几年过去了，何玲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小两口为此十分着急。刘山的母亲每每听到怀孕失败的消息，心里便是倍感失落。这是为什么呢？刘山的母亲薛老太呀，今年也差不多70了，每天闲在家里啊，就盼着能够早点抱上孙子。所以，什么时候生孩子，成为刘山和何玲每次回薛老太家吃饭的必答题。而每次呢，刘山、何玲啊，也都是满口答应。 可就是没动静。其实也不能怪他们俩敷衍老太太，这两口子啊，结婚以来就一直积极努力的造人，可何玲就是怀不上。老太太就心想了，是不是现在年轻人吃东西不讲究？儿媳妇啊，平时爱美，光顾着减肥，不注意营养。于是她每天都把刘山和何玲招回家里来吃饭，还买上一只老母鸡，炖上一锅子鸡汤给何玲补身子。 一次，何玲实在喝不下了，就趁老太太不注意啊，悄悄地把鸡汤倒到了厕所里，不想却被老太太逮了个正着。这下可就炸了锅了，老太太气得呀，当时气儿都喘不匀了，说道：“哎呦，何玲啊，何玲，我60、70岁的老太婆了，辛辛苦苦给你熬汤，你不喝就罢了，还给我倒了，你怎么就这么不识好歹呀？要不是你肚子不争气。” 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犯得着这么折腾吗？我看呀，我给你炖鸡汤也是白搭。这母鸡我养着它，它还能给我下蛋呢。何玲不傻，这含沙射影的话，她一听就明白。所以还没等老太太把话说完，她就抢过话来说了：“妈，您怎么这么说呢？”刘山见此啊，也赶紧让母亲别再说下去了。没想到何玲顶嘴，儿子还去帮她。 老太太这下就更生气了，说道：“刘山，你这个兔崽子，你还护着他！妈把你拉扯大，可不是让你找个媳妇来气我的。”说着，薛老太走到了刘山父亲的灵位前，扑通的一下就跪了下去，老泪纵横地说：“老头子呀，你看看你这个不孝子，气死我就算了，现在还不给你老刘家延续香火，你还是把我一起带走得了。” 听母亲这么说呀，刘山赶紧跪下去扶母亲。妈，您怎么这么说呢？咱们都好好的啊，您快先起来。”可薛老太呢，死活不起来，还威胁说啊，要么刘山和何林就赶紧给他抱孙子，要么呀，刘山就休了这个没教养又不会生孩子的媳妇儿。不会生孩子，听婆婆这么责怪自己啊，何林那一股子怒气从心口直接冲到了头顶。妈，您怎么说我不会生孩子呢？好，我明天就跟您儿子去医院检查，看是我不会生，还是您儿子不会生。说完，何林拿起衣服和包，摔门而去。何林还真的没再跟刘山一起回薛老太家里。薛老太在家也不知道刘山和何林关系怎么样了。就这样过了大概半年，一天，刘山突然带着何林回来了。妈，我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说着，刘山凑到了老太太耳边嘀咕了几句。只见啊，薛老太听了是惊喜地望着何林说道：“什么？有了？”何林没说话，只是笑着点了点头。那这何林怎么会突然怀孕呢？原来啊，那天与老太太闹得不愉快后，何林和刘山第二天就真的去了专科医院治疗。在进行了3个周期的治疗后啊，这治疗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半年后，何林就成功的受孕。不过，医生也叮嘱刘山夫妻俩啊，说这怀孕的头3个月一定要格外小心。夫妻俩一听也很紧张，于是商量决定啊，干脆让何林辞掉工作，先安心在家里养胎。而自打何林怀孕在家后啊，薛老太对她的态度也有了360度的转变，简直比对亲闺女还亲啊！每天又是营养餐，又是安胎汤。家务活连碰都不让何林碰一下，薛老太这一举动啊，也让何林十分感动。原本紧张的婆媳关系呢，也慢慢的缓和，甚至变得亲密了起来。家庭和睦，又准备当爸爸了。刘山每天啊，心情都非常愉悦，充满了动力。他希望能够努力赚钱，在孩子出生以后啊，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让一家子老老小小过上更舒适的生活。可福祸相依，灾祸却在5个月后的一天降临到了这个家庭。连续加班1周的刘山啊，是突然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检查，结果竟然是胃癌晚期。这次晕倒是因为癌细胞扩散到了脑部，压迫脑部神经所致。医生还遗憾地通知何林和薛老太，说啊，这刘山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让他们俩做好心理准备。刘山临终时向母亲说出实情，何林怀的孩子并不是他的。他们俩要孩子心切，所以签订了人工受精协议书，让何林接受手术。母亲要求何林打掉孩子，何林坚决不同意。我爱刘山，要是孩子也没了，我可怎么撑下去啊？孩子最终能否顺利出生，母亲为何拿遗嘱要将他们撵出家门？婆婆不认我的娃，正在播出。刘山住院后，何林和薛老太也是挨个儿轮换着在医院陪护照顾刘山，期盼着能有奇迹发生，希望刘山能够好起来。但刘山自己心里明白，时间已经不多了，可他的心里啊，却始终压着一件事儿。一天，他故意支开何林，把母亲叫到了跟前，说啊，要交代交代后事。躺在病床上的刘山拉起了母亲的手，虚弱地说：“妈，儿子不孝，以后不能伺候您了。可临走前有件事儿，我不想再瞒您了。”接下来，他告诉了薛老太一个薛老太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原来啊，刘山告诉薛老太，其实上次他跟何林去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他患有不育不育症。医生说了，他这个情况啊，基本上是不可能让何林受孕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共精的方式，通过人工受精让何林顺利怀孕。可所谓以共精的方式人工受精是什么意思呢？刘山接着解释说了，就是啊，使用精子库里共精者的精子，通过人工注射的方式注入何林的体内，以达到受孕的目的。所以，何林肚子里的孩子啊，与他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血缘关系，甚至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孩子不是他的。什么？薛老太听完儿子的话，只觉得这心脏是漏跳了一拍，差点背过气去。感情自己一直伺候的根本就不是自己的亲孙子呀！薛老太勃然大怒地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啊？这简直就是瞎胡闹！”接着，他语气缓和了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儿子呀，你怎么那么傻呀？万一……”你这是真的要走了，这孩子可是要继承你的遗产的。过几年妈也走了，妈的遗产这孩子也要继承。这么一来，到最后你的房子、老刘家的祖屋，通通都要落到何林和这个跟你跟刘家没半点血缘关系的孩子手里。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祖宗呀？不行，何林这个孩子一定得打掉。知道真相的薛老太找到何林，跟他开诚布公地讲了自己的想法。薛老太认为，既然这个孩子不是我儿子的，现在就要打掉孩子。何林听后会同意吗？可何林却死活不答应，哭着说：“妈，我爱刘山，他要是走了，我就只剩下这个和他的孩子了。要是孩子也没了，我可怎么撑下去啊？”说着，何林哭成了个泪人。老太太也着急了，就说：“何林啊，你少假惺惺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留下这个孩子，不就是想靠这个孩子继承刘山的房子、刘家的祖屋吗？我告诉你，门都没有！你要是不拿掉这孩子呀，你就休想分走刘山的一分一厘。”说完，老太太扬长而去。一个多月后，奇迹终于还是没能出现，病魔夺走了刘山的生命。何林挺着大肚子，含泪为丈夫举办了葬礼。由于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薛老太并没有参加。葬礼后的一个月，何林顺下的产下了一名男婴，何林为他取了个小名啊，叫壮壮，希望他能够茁壮的成长。壮壮满月没多久，薛老太就来到何林住处，要求他搬出去，手里还拿着一份遗嘱。这份遗嘱内容是什么呢？原来那天刘山在病房里啊，听了薛老太这一番话，觉得的确有些道理。加上后来听母亲说，何林坚决不愿意拿掉这孩子，所以啊，他就让薛老太帮着找来了几个朋友，当着他们的面立下了遗嘱。明确的表示，何林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还表示啊，要把他与何林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全部遗赠给母亲薛老太。之后没多久，他就与世长辞了，所以何林啊，压根就不知道遗嘱这事儿。当薛老太拿着这份遗嘱来的时候，何林是又惊又气，她没想到丈夫会这么的糊涂，她更没想到丈夫这刚过世，婆婆就要赶走自己和孩子。何林是含着泪咬着牙对薛老太说：“这房子是我和刘山一起买的，我凭什么搬走呀？再说了，壮壮才刚满月，我又没工作，你要我们母子去哪儿啊？”可薛老太呢，才不理会，还是隔三差五的找人上门要求何林腾房。何林没有办法了，只好是一纸诉状将薛老太告上了法庭。他提出啊，这房子是他和刘山的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壮壮也是刘山的法定继承人，对这套房子有继承权，所以呢，要求法院确认刘山的这份遗嘱无效。法庭上对于这套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何林和薛老太之间争议不大。但对于这个跟刘山没有血缘关系的壮壮，究竟是不是刘山的继承人，双方争执不下。对此，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受精所生子女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附函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受精，所生子女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本案中，刘山因为没有生育能力，签字同意医院为他的妻子何玲实施了人工受精手术，因此啊，壮壮虽然是人工受精的孩子，但仍然属于刘山和何玲的婚生子女。因此，刘山死后，壮壮具有法定的继承人资格。 那么刘山的这份遗嘱是不是有效呢？虽然继承法规定了有遗嘱的应当按照遗嘱继承，但继承法也规定，对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进行遗产分割的，应当先将共同财产的一半分出来为被继承人的配偶所有，其余的才能成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同时，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还规定， 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基本份额。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遗嘱也应当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而刘山的这份遗嘱啊，却将他与妻子何玲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子全部遗赠给了母亲薛老太，侵害了何玲的房产权。此外，刘山在立遗嘱的时候，明明知道何玲有孕在身， 却没有在遗嘱中为腹中的胎儿壮壮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之后壮壮也顺利的降生，所以啊，遗嘱中处分了属于何玲以及应留给壮壮份额的部分遗嘱内容是无效的。那么刘山的遗嘱该怎么执行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扣除了归何玲所有的共有份额以及应当为胎儿保留的继承份额之后， 才可以按照遗嘱遗赠给薛老太。最终，法院综合考虑分配比例以及何玲抚养壮壮的实际情况，在析产的时候啊，将这套房子判归了何玲所有。而对于薛老太的继承份额呢，何玲应当在获得房产后，根据评估价值予以薛老太货币补偿。就这样，何玲带着壮壮安心地住了下来。 那这住着住着好好的，何玲和壮壮为什么会来到这故事一开头的小县城呢？壮壮才1岁半大，连路都走不稳，怎么又会走丢呢？民警产生了怀疑，可这再一问呢，何玲刚刚止住的泪水又哗啦啦的流了下来。她是一边抽泣一边对民警说：“你们快去找我婆婆吧，只有她才知道壮壮现在在哪儿。” 找薛老太，难道壮壮的失踪跟她有关？何玲生下孩子却无力抚养，无奈决定将孩子送养他人。看着幼小的壮壮不得不跟着自己受罪，何玲的心里啊无助又煎熬。婆婆帮何玲将孩子卖给亲戚，不料何玲反悔要讨回孩子。孩子送走了，钱你也拿了，哪有反悔一说啊？ 为找回孩子，何玲选择报警，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婆婆不认我的娃，法律讲堂正在播出。事关重大，一队民警留下来继续询问何玲，另一队民警立刻出发寻找薛老太。这找到薛老太以后啊，一经盘问，薛老太还果真就说出了壮壮的下落。 民警根据薛老太提供的地址，在县城里的一户人家里找到了壮壮，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薛老太把壮壮藏起来了？另一头得知了公安民警找到了壮壮啊，何玲也感到十分的欣慰。可还没等何玲见着儿子，公安机关就以涉嫌拐卖儿童罪，将何玲和薛老太一起进行了逮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就在民警去找薛老太的时候啊，派出所里的何玲顶不住压力，老实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其实，何玲虽然赢得了官司，有了房子，但她和壮壮孤儿寡母的生活还是非常的艰辛。何玲请不起保姆，也没人帮她带孩子，更没有经验，她只能是手忙脚乱的全天候守着壮壮。可当初为了给丈夫治病啊， 家里面早已是债台高筑，所以他也不得不出去找工作，赚钱还债，养儿子。一次，何林终于把壮壮给哄睡着了，然后悄悄地溜出门去，想趁着这个空当啊，出去面试一份工作。可当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壮壮摔在冰冷的地板上，哇哇大哭。后来，壮壮也因此着了凉，又是拉肚子，又是吐，还发高烧，不得不住进了医院。这么折腾了几回后啊，何林也感到彻底的精疲力尽了。看着幼小的壮壮不得不跟着自己受罪，何林的心里啊无助又煎熬。一天晚上，何林辗转反侧睡不着，突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干脆找个好人家把壮壮送走吧，帮壮壮脱离这苦海，给他一个快乐健康的成长环境。去哪儿给壮壮找个值得托付的好人家呢？这个想法一直困扰着何林，犹豫再三，他给薛老太打去了电话。薛老太一听啊，高兴坏了，谢天谢地啊，这何林终于想通了。这么一来，自己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于是薛老太答应了，还说啊，这事儿由我来安排，你放心，保证找个好人家。薛老太说完，便忙着去张罗这事儿了。还别说，薛老太办这事啊，还真够效率的。这没几天，便有了回信，说啊，她在南方有一户农村的亲戚，不仅家庭条件优越，还十分想要个儿子。亲戚还说了，愿意补偿给何林抚慰费和抚养壮壮的费用，共计9万元。何林犹豫了一会儿，薛老太见此啊，赶紧说：“何林啊，妈是过来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你听妈一句劝，壮壮跟着你啊，只会受罪。你现在这么做，他这辈子都会感激你的。”听到这儿，何林的眼睛再次湿润了。想着能给儿子一个更好的生活，又能有9万元钱还债，改善生活，何林点头答应了。当天下午啊，薛老太的亲戚就赶了过来，留下钱后就接走了熟睡中的壮壮。壮壮走后，何林的心里啊是五味杂陈，想儿子的思念之苦让他百爪挠心，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啊。再看看桌上的9万元钱，何林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壮壮现在过得好吗？吃得习惯吗？晚上会不会想妈妈？想到这些啊，何林是怎么也睡不着。没几天，他便找到了薛老太，说自己后悔了，想要回壮壮。可薛老太却撂下话了，说啊，孩子送走了，钱你也拿了，哪有反悔一说啊？有本事你就自己去找吧。于是何林便独自打听收集线索，最终啊是找到了南方的这个小县城，这就有了咱们故事一开头的一幕。由于何林和薛老太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很快啊检察院就以拐卖儿童罪对何林和薛老太提起了公诉。法庭上，何林声泪俱下地说，自己是为了壮壮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才选择把壮壮送走的，自己也很舍不得呀。再说了，自己是壮壮的妈妈，把壮壮带到这个世上啊，也有权利为孩子选择一个更好的家庭和更好的未来。至于那9万元钱，也不是卖儿子的对价呀，是对方自愿支付的。那么法院究竟会如何判决呢？首先啊，我们就要了解拐卖儿童罪。拐卖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由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不满14周岁的儿童，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前述行为之一的，均构成犯罪，将被处以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有法定加重情节的，还将被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还将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所以啊，即便何林是壮壮的妈妈，但她主观上有获利还债、改善生活的目的，客观上呢也实施了送走壮壮、出卖亲生子的行为，所以啊，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经审理，法院认为，本案中，何林主动地提出送走孩子，并获利9万元，是本案的主犯。但鉴于何林是壮壮唯一的亲人，在报警之前，他也已经后悔，并自行寻找孩子。到案后呢，他也能够如实交代基本犯罪事实，可以认定为自首。故法院综合考虑后，决定对何林从轻处罚，按拐卖罪的起点刑量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而薛老太在明知何林出卖亲生子的情况下，仍然居间介绍，帮助何林出卖壮壮，也构成了拐卖儿童罪。但薛老太在本案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且没有获利，对其可以依法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案件落下了帷幕。本案中，薛老太和何林都是可怜的女人。何林一个人带孩子虽然辛苦，但每一个人在选择生下孩子、选择为人父母的那一刻起，就要做好当爸爸、做妈妈的准备。这些准备不仅是金钱和物质，也是付出、担当和坚强。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如果您想获得更多法律资讯，敬请您关注 CCTV 法律讲堂微信公众号。咱们下期再见。女孩被人侵害，施暴者的父亲欲拿20万元求谅解。与其争一口气，还不如出个谅解书，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跟着钱过不去了。女孩父亲经不起金钱的诱惑，逼迫女儿做伪证，就很容易被认定为嫖娼，而不是强奸了。女孩绝望要自杀，男友前来相救，能否帮女孩渡过难关？受害的女儿，糊涂的爹。下期播出。